11个人，11个人的直接话，减一波。11个人，嗯。轰轰！悟空，孙悟空，好，来来，大乔，大乔。可聊可聊。王大魔不动，王大魔不动，王大魔不动。一个人了，又剩我一个人了。红猪一个人往啥走？我是为什么？红猪一个人往走了，猴哥，你小心。你还关心我？你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吧。不敢报身份的都不得见。红猪往上走了，猴哥往下走了。我回来了，别怕，猴哥。那怎么老那么些人就敢刀呢？那是为什么呢？雕的一发言，雕的一直接拍的紧 啊, 啊，变成雕的一了。这个人是谁？那么也就变相的证明我一定为好。对是不对？全场身份罪案，不要跟我多逼逼，多逼逼直接就把你标龙打。那么这个人是谁刀的呢？轰轰，对，你当时不见了，对吧？嗯，就是你，就是你，你刀的悟空，你是变形了，你是变形了。对，你们帮我回顾一下，大强帮我回顾一下，大强的身份我知道。然后那个七刚子还是七仔？忘了我操，对，就是红红过。哦，肯定跟票，马老师是我，我给你第一道包的身份，好吧？然后我会跟马老师的票，我觉得他第一轮上来就包的肉子，然后我给他包完身份，我就走了，过。啊，天启一个人在外面待着，但是最后报警前几秒，我好像听到了红猪，然后在码头那边喊了一句“烦死了”，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啊，我过了。对，没错，就是轰轰轰轰是在广场上当时消失的那一个人，然后我这把铁宝刁德叶跟三三是第一个喊的那个，说有两个刁德叶，所以这一把可以出轰轰。然后我再提供一信息，就是我出生在进出口那个位置时，当时听到了步步步的声音，然后我就往那个广场走了，然后步步步好像来广场来的不是很积极，但是这一把绝对是出轰轰的绝不。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超级侦探认真判案。首先刁德一，你打我，我不打你，为什么？因为我照你铁好，确实出现了两个你。其次，我们十一个人的板子，猴哥倒牌，如果你现在出我，狼赢面巨大无比，好吧？我知道三儿知道我在哪儿，因为我在广场的这个额头的这个右上角，三儿在我的左手边，所以我做不成那个两个刁德一，因为一个刁德一在上，一个刁德一在下，对是不对，而且差距是一个身位。那么三三在哪？在我左手两个身位。然后还有一个人我实在是忘记他是谁了，我可以让三三归票，你归我，请谨慎过。不发言，那轰轰这么说我们也还要听一下三三聊，但是刁德一现在全场最高身份，我会跟刁德一。那刚刚大强说我们出生，我是一出生我就直接走到广场来，为什么说我不想走？我不太懂啊，我听后面分票过。我不分票呀，红红，你这拉我票，我是没看清啊，反正我是看的当时马老师和大强是我看到在的，你知道吗？我没注意你在不在，你知道，我就直接突然看到两个刁德一，你知道吧？那没人了，你知道吧？不是一上来就在广场跟我们说刁德一又爆肉汁，说马老师是肉汁，然后马老师就在那要身份，然后并且我也没倒，而且其实我是认马老师的，不然的话这个红红倒的时候他没必要报这个警，对吧？那在我视角里可能只有你红红了啊，就这样吧，过来。OK， 这里大魔发言。那马老师他被变形变了两个刁德一，那马老师这人报警那他是铁好，因为有两个他，狼不可能变狼，那他为铁好。三三又是直接说有两个刁德一的情况下，那三三刁德一为铁好，刁德一点踩红红。当时我是不在场的，我跟轰轰是复活在街道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个时候轰轰说他拘引我，拘引，他说我单走，你敢跟我走吗？这是他跟对我说的一句话，然后后面就没说啥了，然后他就到饭堂，他就到广场那，然后这个时候刚子一个人拉我就在街道对身份，还没开始对就报警了，这是我能给到的信息啊，过。
那你们前面这一通发言下来，到底是要投谁呢？投轰轰吗？嗯，哎，不是啊，我在进出口，我在码头，我知道我自己底牌，我才在那个地方。潜水器是神魔呢？你怎么会出现在那里啊？好吧，我可以先投轰轰，因为刁德一说轰轰本来在，然后后来不在了，那有可能是变形狼取了个形，然后又回来了呗。啊，过了。好，刚才发现那这把是肯定先打飞轰轰的，因为马老师说他不在视线范围之内，对是不对？好吧，这把先全票出轰轰，然后我们出去可以大毛，我们两个接着对身份过。我只说一句，刁大人冤枉。不可能，你的队友也已经自爆了，就是同珠，问题很大。OK 我超级侦探的好人没我怎么赢？我就问，赢不了，黑化吧，黑化吧。好人没，你的队友已经自爆了。我的队友还是同珠，你三哥都不要你，他没看清。三儿到底是个什么牌？他现在过来让我看一下。他是个好人，这还是个复仇者。刁的一发言，我直接拍案了啊！我怕被倒。哎，天水区倒了，刚说完下去，我报警，他怎么就倒了？你们有看人看到面纱吗？先出同桌，同桌没来啊！不是先出同桌，刚刚你们谁看到面纱的？天水区这个是谁先来一个面纱点纱？好吧，然后就有同桌啊，同桌问题很大，不用管他，过。啊，天津是我刀的，我觉得他上轮是个外置位也说不通，为什么呢？已知马老师他是一个肉汁，如果他是一个单走的牌，他为什么不去给马老师报完身份之后再走呢？好吧，这刀是我开的，然后旁边我刚刚是看到的，我就说潜水区上轮为什么单走不去报身份呢？我觉得他很奇怪啊，要么是个中立，要么是个狼走的，好吧，我这边直接报，我是个警长，好吧，我第一轮我就报了，然后过吧，然后同珠没来这边，然后你们后置位盘一下过。对，同珠没有来饭堂，然后三三说最后报警前夕才刚走到广场那边的，三三肯定是在广场这刀他可能看不出来嘛，七仔仔也已经认这件事了，然后听一下同珠怎么说的，好吧，他重点怀疑对象过。不发现刚刚我们一群人都在广场外置位也好像偏枪。同珠跟七仔的潜水器来，那就只能听同珠聊了呀。不，那就报身份呗。我觉得那警长都报身份了，你们也没报身份。我是复仇者啊。那同珠说他是加拿大，然后大谋和刚子也报过身份呗，对不对？反正警长都跳出来了，也。啊？为什么不去警长，去复仇者啊？这个。那你问谁呀？那问你自己呀。出同珠跟刁德一的出同珠过。我出王大魔了。不能出王大魔啊。三三其实你没必要报的。出七仔的呀。我跟三三一块在外面，他说了，我没想到他进来开会还要报他自己身份。怎么可能出我呀？你们一群人在广场，明明就看到三三也没来。我最后跟三三在街道那块，我跟他说我做任务去了，你去盯饭堂那边。他说好。我跟三三一块的呀。要不然三三怎么还能活着进来呀？是吧？为什么不拘警长拘三三？不就是因为发言还没发完，三三把自己身份报了吗？这王大谋啥饭呀？我投王大谋了。我觉得七仔是警长，因为刚才我说了，我自己加拿大哥潜水器在外面走不对头，对不对吗？我肯定知道呀，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身份是好牌，还有什么身份能在外面单走？不只有狼，要么狼，要么小丑，要么呆呆鸟嘛，对吧？那七仔仔到对了，我肯定认七仔仔啊。这王大谋这个发言，你就是想打七仔仔，但是又不敢打，所以要打到我头上来，对不对？我要投王大谋，我过了。好，等一下，别着急投票，听我归票，全票把这七仔仔打飞。我不信他这个是个警长，为什么呢？因为刺客狼为什么不拘你警长，要拘张这个复仇者，对是不对？来，全票先把七仔仔打飞，过。那猎人跟那帮狼玩儿，哎，刚子，不是，一点刚子，
这王大谋啊，好吧，那也行，那也哎呦不行，也不是不行，也、哎、也行，我不知道，也行，我不知道他猎鹰还是警长呀，不，他俩练着。哎呦，警长开刀喽！他俩练着，给你扔出去也行。三儿，我在这儿。三儿，我在这儿。你这电灯泡，你是不是在这儿？你看见啊？我不知道没有电影。而且我要是捞你的话，我就要被刁德一和那个大强打成双狼了，我也得走啊！我打跑、啊。又是两个刁德一啊！刁德一发言，又是刁德一啊！红珠跟那个谁进去了，又是刁德一，好吧，又是刁德一，又是刁德一出来把他刀了，太假了。大强在我身边，我说七仔是假的警长，然后这个狼出来把这个警长给刀了啊，刚子点的七仔为假警长，那么也就证明七仔为真警长，对吧？他刀的甜水区，甜水是假的，那么就说明铜柱是真的，因为甜水区跟我报了加拿大，铜柱又报加拿大，那么已知七仔为真警长，到了甜水区他没有翻皮水，那也就是说他是真警长，甜水区是假的，报了个身份，那铜柱才是真加拿大鹅，翻皮水刚子进去变了身出来把七仔刀了，大强就在门口，对是不对？对对全对，这把直接劫票，先把这个刚子这个坏杯先给他投出去，好吧，投出去投出去，这一定不是好人，别分票别分票，因为现在人实在是太少了，我不确定还有没有其他人坏人在啊，先投刚子过。不发言，我在工厂出生，我走到那个城市广场之后，我是看到那个刚子跟红珠两个人，那如果打刚子为狼，那刚子红珠是双狼是吗？那只能这样，他们两个我看到是在一起的，然后就不见了。嗯，那就先出刚子咯，那你们都说啊，过。不已经没了。他知道我要保刚子了，因为刚才我拉了刚子走，我是加拿大鹅对吧，然后到现在没有一具汤道的尸体，刚子为狼，我只能单防他，我直接把他叫到银行，然后往左走了，我们走到城市广场，步是走到银行那块的，如果说他变成了你，那一定是上把接触了你，然后这把上来直接变成你，我为加拿大鹅，七仔仔是警长，王大谋是我们投出去的狼对吧，甜水七是刀队的，那就只剩步了，出不游戏结束了，好吧，我过了。出不啊，刚子，我知道刚子是好人，他跟我一块走的，我过了。确实，这轮把步打飞，因为你们看，刁德一跟朱大强是抱团对吧？我跟铜柱是抱团对吧？那只有这步没有视野，对是不对啊？所以全票打飞步过来。很清晰。很清晰，太难受了，这狼人不把他刚的给我刀了，把他刚的给我杀了，他是恋人吧，对，他是恋人，这不把他刚的给我杀了，这是恋人吧，你只是个工具人 吧人狼恋为了恋爱直接放弃队友，哇，对，不要你了，丑陋的人狼恋呀，我不想让狼赢了，我真不想让狼赢，丑陋的赶紧开饭，赶紧开饭，把这个样子投出去吧，也投不出去，投不出去了，很奇怪，安静了，好强啊 ！Nice， 好强！祝福猎人。如果我帮狼的话，我就赢不了了。大强，你投的谁啊？你没投过？不，我没投过。他说最后他不是说他跟刚子在一起吗？我想那就应该是他俩都是狼吧？我投的，那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界面。哎，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第一次见，哎，行，哎，能不能？这把没有模仿者呀，我只能这么讲。那我走了，那我走了。马老师还要我是肉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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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肉吃。三哥，跟我走，三哥，谁给我报身份？你还能是肉吃的吗？谁报身份吗？有没有人报吗？受不了一点，我也报身份。OK， 大强走，大强来，报了一点，我可以吧？什么意思？报不了一点，都在动，可以。左三角是不是死了？死包你！哎，别打他，别打，不要。他是我老公。OK，OK，
快了，他上有炸弹，他上有炸弹，那个谁身上炸弹了？大强被人谁？谁身上炸弹？炸弹！别过来，别过来，猴哥别过来，猴哥别过来。我刀不过。不不不，发言，轰轰面刀，他猴哥进去避难，轰轰可能以为后面没人，直接把猴哥给刀了。全票打飞轰轰，不。我身上有个炸弹，剩一秒钟，血不血腥，刺不刺激，我不管了，投谁？投轰轰是吧？我先挂票了，我不管了啊，挂不了，行，我出轰轰过了。那就我觉得那就先听轰轰说嘛，我和大魔在一块啊，大魔也没刀我啊，过了。OK， 那就不不不，报警人出轰轰，面刀猴哥嘛，被看到了，全票打被轰轰啊，他是归票位，但是不能听，我直接投了过。一枪没开啊，还是听一下吧。我刚才在那个广场那边，然后人越来越少，我怕我在广场被嘎了。然后我就一路走下来，走到最后广场那块的时候，秀才手上抱着个炸弹就过来了。不是没关系的，秀才，等一下进去那个炸弹好像还是七秒起算还是八秒起算，不会从一秒起算的，好像啊，过了。杆子发言，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其实刚刚有个人跑下来说谁是炸弹男，好像是甜水鸡跑下来说朱大强是炸弹男，对是不对？我记忆中是的。然后马老师上去说，我跟马老师说上面有炸弹，然后马老师还是走上去了。那我觉得可以听轰轰说一下，然后大家看一看，好吧？过了。刁德一发言，不是不是，把时间给轰轰啊，听他说。我跟大强在对完身份的时候，我听到炸弹声音了。对，应该是大强你丢给秀才的吧？还是怎么回事啊？过，听轰轰说。OK， 这边七仔发言，七仔在跟波波一起上去的。然后轰轰说：“你别进来，别进来，你是想钻那个井盖逃跑是吧？”刀了一个，好吧，他说了个别进来，别进来，然后就报警了，好吧。然后全票打飞轰轰过。投轰轰是没问题的，一定要出他的。但是我手上接了个二手炸弹，但是前面都没有一个人讲了，谁接了一个一手炸弹呀？我记得是有四个人去了看到所棚屋里下面去报个身份，然后他们上来之后就给了传给我一个十二秒的一个炸弹，是大强传过了还是谁传给我的？那一手炸弹在谁身上？然后下面的四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炸弹的，我先跟讲，先给投轰轰过了，站一会儿。我肯定是那一手啊，是吧？你拿的是十二秒，我拿的是十五秒，那谁跟我上脚脚底下去对的身份只有刁德一，而且我不是到了下面之后就往回返的，我们两个是一直走到红灯区底下那里，说完身份之后慢悠悠往上的时候，我听到了炸弹的声音，那谁是炸弹狼？肯定是刁德一呀。先听一下轰轰怎么说的，好吧？如果轰轰是那个铁好人的情况下，其实是可以投刁德一出去的，因为挺明显的那个秒数啊，那个秒数那个。CD 数啊，卡的洗洗的呀！我是一手炸弹，轰轰发言，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超级警长认真办案。不不，我就跟你说，我要是狼，我刀完人，我钻不钻井盖走？七仔的，你说的很对，我钻可以钻井盖走。我为什么不走？我在里面说的话你也听到了，我说别过来，别过来，谁敢靠近我，当时我就刀他。我就是警长，前桌位所有人全部踩我。王大谋顺踩，三三说跟大谋在一块，同桌说能听一下，秀才哥直接投。猴哥没话说，直接倒牌了，铁坏坏，对不对？刚才还要听我说一说，他说他跟马老上去了，刁德义也要听我发言。七仔仔，你说了，我说别进来，别进来，那我是什么牌？我让他们别进来，对不对？我明知道外面有炸弹，我怕死，我躲在角落里，你过来我肯定刀你。反正有炸弹，谁传我身上，我要不也是死，对是不对？然后甜水七，你当时在我的下面，我们左边是谁？七仔仔、秀才哥两个人站在饭堂的门口，两个人站在法院门口。然后我不知道炸弹是谁带来的，那我现在知道了，同那个朱大强十五秒炸弹，你十二秒炸弹，对吧？秀才哥最后一手炸弹，我不知道他是好是坏，但是我铁警长，好吧？你们我只认局，我不认出，你们留着我。我本来想继续把七仔仔刀了，但是朱大强说炸弹是从他手上来的一手，那就不是七仔仔给的秀才哥，因为我没有听朱大强发言的时候，我只知道秀才跟七仔仔在一块，所以我当时想刀七仔仔的，但是你们如果留我，我进去会到刁德一，好吧？然后不，你起跳，你直接把我身份爆了也无所谓，我就是警长。但是我这一轮我建议大家弃票，你留我一刀，我就去刀刁德一，对吧？既然朱大强说刁德一有问题，
那我自知我跟他不共边的情况下，你们让我进去刀一刀，刀他，对是不对？如果我刀他双倒，你们直接拍警，我们饭堂集合。如果我去找他的时间过于长，或者说我一直没倒牌，你们在摇铃把我出了，可以不可以？我够不够正义？我超级警长发言完毕，我弃票了，过。不对不对，大强，你炸弹机制没搞清楚，你炸弹机制没搞清楚。太正了，红红，我弃票了。大强，你那个炸弹不是我丢的，你机制没搞清楚。不对不对，这个秒是你下来的时候应该被人丢的、嗯，你下来的时候估计被人丢的，他过会。放。哎。嗯。我知道你有点急，你先别急。任务了，开任务了。让有炸弹，有炸弹，有炸弹。我是正义使者。不是，我觉得上一把空空发言挺正的呀，然后把它放出来，然后。你王大魔玩是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有点晕，好吧，我只能说有点晕。然后我觉得，如果这轮没有什么重要信息可以弃票，好吧，过。刁的一发言，弃票弃不了，弃票弃不了。你刚才是什么发言？什么意思？我没懂哦。秀才把炸弹给了布布布啊，他自己说的，布布死了，现在轰轰死了，轰轰一直没来，然后他现在死了。你的发言是什么发言？我没搞懂。还有就是大强，你炸弹机制不太清楚，你不要再乱杀了，好吧？你不要再乱杀了，我是肉汁，你的身份我知道啊。OK， 下面这一刀，我觉得上把轰轰发言很正呀，这一个警长的发言呀。那为什么王大毛你会去刀他呢？我有点想出王大毛，好吧，我觉得红红是真警长走的，过。甜水期能稍微保一下刚子，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他开局的时候出生在一起，然后我们走到开膛手棚屋那边，那下面是有一个钥匙的，然后刚子就没跟我上来，我就猜到他应该是拿钥匙去救那个红红了，那果然他把红红给救出来，但是王大毛把他给刀了。他刚子是觉得红红是个好人，然后他去救了一个红红，但是大魔过来把轰轰直接刀了，我觉得应该就是个狼了，因为刚是说一个好人去救轰轰，他们俩就不可能构成一个双狼，不然你大魔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把，就刚是不可能会拍这个警，肯定会把你这个大魔给刀了的。所以现在在我视角里面，大魔就是一个铁坏坏，轰轰就是一个好人走的。刚子他就是拿个钥匙去救了那个轰轰，我看到他是下去拿那个钥匙了，过了。嗯，我没有乱杀。我是考虑了那个秒数和当时的那个走位和我周围的人群综合数据归出来，我点杀你刁德一，你一定是那个炸弹狼。但是王大谋刀轰轰这点我不认可，是因为王大轰轰刚才的那把发言我觉得是铁好人坐实了，因为确实是他发言太正了。但是我不认可轰轰第一把说要弃票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上一把说了，如果觉得轰轰是好人的话，其实是可以投刁德一的。那这一把轰轰没了，王大谋是可以买单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两个狼，有分歧。我希望三三你能给个归票位，好吧，你归票，我听你归票，好吧，过。那我肯定是建议三三归刁德一，我受不了了，我三三还有个炸弹，我这一天的上来没玩别的，就玩炸弹了。我跟你说，而且我是一手炸弹，首先我能认轰轰是为警长牌，如果他不是警长的话，那刚子肯定要倒牌的，对不对？他就是你想，首先他如果是为狼，他没必要在那个里边装，就算他装的话，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确定队友刀没刀人的情况下，他一定会把刚子给刀了呀，对不对？谁救他刀谁，不挺好的吗？是不是换一个不亏，换那刀两个血赚，是不是？所以说轰轰在我这发言，他说弃票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我不想有杀心太重，我不敢去硬踩刁德一，但是你们放心，如果放我出去，我一定会去刀刁德一，要不然双死你们报警，要不然就是他单死，刁德一在我这就是炸弹狼，他应该是这个意思，
对吧？所以说轰轰在我这一定是为铁警长了，然后他又死了，那是王大谋刀的，那王大谋跳的是啥，那我不知道，那如果是正义使者，对不对？那我也不管了。而且王大谋是基于所有人都在说轰轰没来，也没有人说当时都忘记了他被关在这个牢里了，对吧？但这个先不管，我是肯定想出刁的一的，我过了。我觉得先出刁的一也可以，因为他这个炸弹狼我已经听了很多个人说了，就说他刁的一是炸弹狼，大强也说马老师是炸弹狼，就感觉全世界都在踩马老师。而且大谋第一天和我在一块我没倒，然后刚才在广场我是没看到大谋刀了轰轰的，然后直接报的警。我觉得这一轮，我觉得这个炸弹的话，你们如果你们都认马老师是个炸弹狼的话，我觉得可以先出炸弹狼，毕竟他就搁那混混混混混，容易炸把人全炸走了，你知道吧？啊，过了。OK， 这里大魔发言，出刁的一，我是那个正义使者，我刀错了。我因为为什么我会刀轰轰？因为当时我们一堆人在广场，然后我一直在问轰轰呢，轰轰为什么没来？然后没有人回答。后面又问了一遍的时候说轰轰没来，轰轰是狼，轰轰没来，轰轰是狼。然后后面轰轰和那个谁来了，我是忘记他们被关到警察局，我忘记凭票了，所以。他应该是铁警长走的，我正义刀到警长了。这一轮铁出这个刁的一炸弹狼，所有人都口供出刁的一过。我投王大谋。这三三啥发言啊？不是啊，这轰轰刚被关起来了，他怎么来广场吗？对吧？你看到他，他也是要刀刁的一。那你作为正义使者，你不看他刀刁的一，你首先把轰轰砍了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清楚，我投王大谋，我是归票位，你们听我归票嘛。我认为王大谋是铁狼，这三三搞不好还是三狼队友。这三三发言你们没听出来吗？我投王大谋，轰轰一定不能由王大谋来开这个刀的，好吧？我投王大谋了，我过了。朱英来是吧？不对不对不对，很奇怪。一般不对不对，很奇怪。是那个炸弹狼啊！我是炸弹狼，他那一刀那就是狼了。这样才，我不信王大猫，我信不了一点王大猫，我觉得他不是。信不了，先不着急啊。给自己选一个温暖的窝吧。王大猫应该快走了，我要找他分手去了吧。正义使者，我现在没刀了。大谋，你过来。对，我现在没刀了。等一下，我跟大谋单聊一下。Okay. 等一下，我来来来，大谋。好的，单聊一下。我过来点，过来点。哎呀，分手吧。我直接投王大谋了。哎，不是啊，我觉得你们再怎么认刁的一是炸弹狼没关系，我们还有开饭啊。那个炸弹狼刀人很慢的。你看这个三三跟王大谋一样，两个人发言，如果说是一个狼加一个中立，就是秃鹫什么乱七八糟的，等一下我们怎么拍，是不是？我要投王大谋。然后这轮上来他们还要单走单走单走啥呀？不是，他能开刀刀这个轰轰，在你王大谋眼里你也认刁的一是狼，轰轰上来说他要刀刁的一，你怎么可能上来把轰轰嘎了呢？你直接进来说你刀错了，我是不认的，我直接拉你，我投王大谋了，我过了。我刚才发言，原本我以为大魔是一张好人牌，然后我不知道刺客还在不在场，所以我没报他这个面刀的这个事儿啊。然后其实按这么盘的话，我觉得你直接把警长给刀了，你在我这边真的不做好，就算你只有那一刀，好吧。然后你跟我说上吧，你说刀错了，那我是铁不认的，好吧。因为我看你就是冲过来把红给刀了，你我觉得你好不了一点，情报先把王大魔打飞过。打飞王大魔，你真的，你刀轰轰犹豫都没犹豫，问都没问他一下，好吧？有没有打飞王大魔？他在这儿，在我这儿，正义我是肯定不相信他的。过。甜水七发言，那现在狼坑也只有三三跟大魔两个能构成一个双狼了。刁德一应该是一个铁的那个啥走的，铁炸弹人走的。然后刚子是我认了一个好人，大强是一个一手炸弹，童叔是很急迫的想把这个带刀了给出掉，我也能理解吧。我觉得出大魔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三三跟大魔走好像说过走过一段时间，然后没倒牌，那应该是狼队友了，我先出大魔过了。现在狼坑来说其实就是大魔的概率会更大一些了，因为他确实是刀这个咱们心中的这个警长，这个行为是不做好的，所以我觉得实在不行大魔你先扛一刀，游戏不结束我们再把三三嘎了。哇，哎，
我承认我有罪，我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大魔，我们分手吧。不，分不了一点啊。珊珊现在给我装什么恋人啊？他是猎鹰，我是个狼，他是猎鹰。你们开饭用了，票完 ，OK， 那待会猎鹰你随便杀。啊，总理跟我弃票啊！大魔，你真的不是人，你还不好意思吗？我拒你的，我拒你的，王大魔，因爱成恨啊，这是渣男，没办法，三哥，我想分个票，我们还有机会，我们分个票还有机会玩。我以为是狼跟秃鹫两个人达成协议了，还要单走，还要单走，我想还有机会，三哥，我们分个票，没有让他们投我，我投你，就没中立了。哎，没办法，我以为有猎鹰，太 low 了，太 low 了。这上来就给我刺客嘎了，我没个整，我这，我刚往那一贴，咔嚓一刀。哎，这我叫演技，不是渣男，一点都不渣哦。我操，王大谋，哎，缘分啊，缘分啊，缘分，缘分。你来，跟我一起来。我这个比较特殊啊、okay. 我这个可以吃尸体。说说吗？哦哦哦，我懂了，来，我们先来吃一个。哎，我直接到。快，你干快点哦，待会儿。好。哦，行了行了。可以，我俩人吗？这，我的妈呀！我不信，我靠！啊、哦，下面睡觉。刁德一怎么不刀啊？我按照二键一直走，因为刁德一是肉汁，我跟刁德一走了。然后我就想赶紧招一个，这个 鸡腿是在城市广场，是七仔仔的。然后我想想，最后出现在银行的王大谋很可疑，还有从银行出去的孙悟空很可疑。然后如果有人从那个银行下面那个过道去广场的话，刁德一可以回忆一下，好吧？我就记得孙悟空和王大谋在银行这个方向然后过来的，尸体在城市广场最靠近银行的这个口子这里，好吧，我过了。直接双一手静音栏。什么意思？他意思他被静音了，他不想说话。哦、说他被静音了。刚子，刚子。好，哦，刚子发言。我这边出生在那个，我直接不想说话，然后我就直接在广场这边，然后我最后的视野是看到大魔在银行门口那边站着，然后猴哥直接走了出去。那主要是我不知道他们两个现在是，就是他们也没聊，我不好盘，我只能说你们后面来听一听，好吧，过了。刁德一发言，这个悟空被点了，现在不说话。我跟统珠身份还没对完啊。可以出悟空，我觉得。你们不会打我们是双狼吧？我这个发言，我只是觉得很奇怪啊。潜水七发言，我这一轮只能保一下秀才朱大强，他们两个应该是没有去过城市广场那边的，因为我一个人在那个城市广就在广场的右下，在那边待着，就猫着眼去看着他们。王大魔给我归一个票，机会跑过去动手的。我不说话是最好的，我说的越多越爱投我，我不能再说话了。这波我跟王大魔走过来嫌疑最大，我不能说话，就得王大魔莫之位归一个票。出现在了那个，我们不能说话。广场左边那边是吧？来看看抱团情况吧。那七仔仔跟那个布布也不是同时双倒的，那布布的尸体在外边哪边死的也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狼去了外之位吧。王大谋直接一手分票，哎，这就好了。对，潜水七的这个视角我觉得说的没错，我出生是在进出口，然后我刚往这个广场走，从那个红灯区那边穿上去的时候就已经报警了。那外置位我只能吸收，就听一下后边人发言，听一下这个更多的信息了啊。我你看看，
都没啥信息。轰轰发言，水池旁边的是谁？是秀才刚子。那如果我们三票开不出刀，潜水期又说跟大强也能看到大强，同桌又跟刁德一，三三身份我又知道，那在我这里看来这两刀只能是王大魔和孙悟空啊。孙悟空又被静音了，那看王大魔怎么说呗，发言聊一下呗，我没有多余信息了，过。那就听王大谋怎么聊嘛，对不对？但是铜珠和刁德一我也要猜一下，刁德一直在广场报自己是幼稚啊，铜珠就能信，连续四把爆肉汁，然后铜珠说那我跟你走呗，我信你，对不对？但是铜珠为报警牌，先听王大谋怎么聊，对吧？这个你们都不聊这个的吗？嗯，过了。我觉得也是啊，先听大谋聊。但是我是觉得你只能打铜珠刀到加拿大鹅的那个概率嘛，把他和马老师打成双狼。他跟马老师双狼，一出来然后打他俩，先出铜珠归一个票，完事儿我们。比较偏向铜珠是好人啊，我觉得先听大谋聊啊，大谋聊不好就出大谋啊，过了。OK， 那我给你们盘个清清爽爽。首先，步步步和七仔仔是一块的，他们在城市广场一个左一个右。然后这个时候我和猴哥我们两个人往右走，走到银行位置的时候，你们跟你们所说一模一样，我在银行里面，猴哥出了银行的门，然后铜珠贴了一下谁，铜珠贴一下猴哥，铜珠报警什么刀到加拿大，他静音，他把猴哥静音了，刁德一本来是刁德一应该是刀的步步步，然后铜珠刀的七仔仔，加拿大鹅直接自动报警，出谁全票先打飞铜珠，待会拍案直接出刁德一，过。可以，王大谋我信了。可以，王大谋，我信了，挺好，我觉得发言没问题，但是你可能是要出去了，啊、没有一个弃票得是猎鹰吗？好像是猎鹰，我这头上还能有四票，王大谋是狼，我是模仿者，我是模仿者。谁是狼？王大谋是狼，我是模仿者。那怎么双倒？做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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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任务。那另外一个败是谁刀的呗？我做。哎，谁做 ？OK。那说那边，去那边。OK， 去那边，去那边。去左，哎，是左边。左边，左下边，左下边。做任务，做任务。要对一轰轰大强秀秀，谁在里面？有人在里面吗？有人在里吗？有人在吗？哎，我错了，我错了。两个我都做，两个我都做完了，做完了。OK， 有炸弹狼，炸弹，有炸弹狼，铜珠可能被炸死了，铜珠好像双倒，可能是练着，有个猎鹰，我操，有个猎鹰。全票打命朱大强啊！当时我看一下啊，铜珠被炸死了，铜珠身上有炸弹，然后左边那个紧急任务响，我跑过来嘛，然后当时秀才哥还有马老师还有一群人说有炸弹，一群人推推搡搡就往上走嘛，然后当时那个朱大强和田水，谢谢恋人的飞机，谢谢。然后我看朱大强一个人上来，田水机没上来，我就想往下看看，然后朱大强说别去了，三三没必要。我下去就看到潜水机尸体躺那啊，朱大强啊，笑死我了。OK， 全票打飞朱大强啊！我是模仿者啊，我是模仿者。我在那个城市广场的时候，我说王大谋怎么说？王大谋说，王大谋没说话，你知道吧？完事上去咔一刀就把那个谁，七仔的，也应该是七仔的啊。上去就一刀把七仔的杀了，我说 OK， 往右边走。完事我就跟王大谋往右边走，我寻思我再掉一个，你知道吧？完事我上轮没说话，好像是什么狼队友给我静音了，好像还是全票打飞朱大强啊！我是模仿者，过。OK， 那这轮肯定是先出朱大强的，因为这个好像是，好吧，先把大强打飞，然后出去再盘，然后我做了两个灭火任务啊，过。OK， 刁德一发言，刚子是最后了，在左下角那个任务地方出来的，对吧？当时是有秀才轰轰，那边珊珊我没看到啊，听朱大强怎么聊，过。
哎呀，我不说了三哥没有必要回头吗？你都走那么远了，你还要回头？人都说叫什么那个留三分薄面，日后好相见吗？你这样我很难做的嘛，起票嘞。起不了啊。哦，红红发言挂票嘞，过。那我要抬两个人，一个刁德一，还有个孙悟空。孙悟空说他是模仿者，我觉得未必啊。那你说都在你脸上刀个人了，不报警不踩他的，对不对？让童珠去报个警，还有就刁德一报了个肉汁，然后又跳，那到不然出完朱大强，你得报个身份了呀。嗯，我不是肉汁，我觉得我这几把每把都包肉汁。我行，我再找，他还要听朱大强，我再调一个，我一共。用一个人我觉得不太合适，你知道吧？不对不对，哎，马老师是刁德一什么身份？可翻开，可翻开翻。刁德一拍个身份不就好了？星界，你什么身份？你什么星界？星界可以替我们聊天啊？可以啊，我可以自证，我可以自证。你们俩上去。你自证？他说他星界，我可以金，他说星界，对我可以自证，我可以自证。一个人进呢？就得进。我坐。哎 ，OK， 三哥你坐来，三哥你坐。我看着，好吧。我操！哎，哦 ，OK， 完了！别追我！马老师也挂炸弹，挂完就跑啊！好，看吧，我觉得就是马老受不了。这次吧，哎，不是，我们一刀，一刀人啊，红红，好刀，哎，炸死谁了？三三夜生拿捏不准，哎呦，我的夜炸死刚直了，一刀胡歌就是了，我去开饭了，拿捏不准啊，谁被炸死了？刀到我，我刚子被炸死了 ，OK， 我把炸弹传给他了，丢雷，疯狂丢雷。因为我玩这个老是刀错好人，你知道吧？我心里压力巨大。我玩这个从来不开刀。我也是不开刀。不要怕，直接开。你不信？不信你要来，我进刀啊！我进入饭堂第一。